传统的糯米，再加上天然的水果的果汁，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就跟以前那种呛鼻的单方没有调味的那个醋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很好入口。老师，这喝太多会不会变太漂亮？会，一不小心就变太漂亮。赶快后面那整排，等一下你们都让你们带走，带走。十全的这个果醋呢，它是通过了清真的哈拉食品的认证之外，你知道食品大厂就不一样哈，它还通过了 HACCP 以及 ISO 以及这个 SGS 的检验，都是全数合格哈。那其实我从小就很爱喝醋，不管是在饮食上跟感情上，我都很爱吃醋。所以它的 slogan 叫做"爱吃醋才是真爱"，对不对？对，才是真爱哦。包含到青梅、苹果、凤梨、葡萄跟水蜜桃，然后这些都是畅销品。年轻族群朋友发现到说，苹果跟水蜜桃跟自己情字这条路恋爱的滋味太像。怎么了？边喝醋还可以边分享感情路？我跟你说，就是酸酸甜甜幸福的滋味。它是铝袋的包装，透过黄金的比例，所以喝起来还是不会呛。对不对？很好入口，青梅很好喝，对，而且教大家哦，我告诉你，放到冰箱再喝，太好喝了。这五种口味都能够拿来调气泡饮，调成鸡尾酒。凯俊老师喝的是苹果的，苹果对不对？对，真的很好喝，而且它真的有苹果的香气哎。然后加上冰块，我跟你讲，推荐你一定要喝冰的，一定要冰冰的喝，太好喝了，好过瘾哦。然后水果还可以拿出来吃，对啊，我刚刚就偷吃了我这个水蜜桃里面的水蜜桃。生活要有点小乐趣，在家里的话，方便的话可以稍微简单调一下，对，要追个剧这样。刚洗在喝的是梅子的，青梅如何？对，我真的觉得加气泡水真的很好喝，因为我本身就是爱喝梅酒的人。好，接下来，那再来，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啊，这个果醋也很方便入菜。柚子加水打成泥状，一些就好了哦，来一点秋天的味道，然后再加上这个苹果醋，打开立刻就可以用，不需要再加糖啊，然后什么去调之类的啊，像这样子画龙点睛的味道就是，你也可以磨一点那个现磨的黑胡椒，对啊，直接淋在我们的那个温沙拉上，啊，好像油醋，就这么简单哦，对，就这么简单，光看已经在吞口水。像这样子之后呢，最后再撒上综合坚果，就是有那个果干的综合坚果来增加营养，其实这样就非常饱足哎，好健康。It's really healthy.